好的，有请朴总上台为杰出经销商代表进行表彰。有请李怡呈上代表杰出经销商的天鹅徽章。闪亮的徽章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希望各位杰出经销商都能够将更多的大众精品带到中国的千家万户，请李怡呈上鲜花。请两位面向前方，也有请摄影师为我们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好的，请朴总回座休息，请岳邦峰先生留步，为我们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爱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的杰出经销商岳邦峰。首先感恩公司，感恩我的市场伙伴，给我这次宝贵的机会站在这里。作为杰出经销商代表，接触这一枚象征荣耀的天鹅徽章。在刚开始接触爱多美的时候，我对杰出经销商这个概念并不是很了解。后来我参加了公司的成功学院之后，才知道何为杰出经销商。董事长说过，在爱多美，达成杰出经销商就是完美的成功者。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挑战，今天我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夯实了自己迈向成功的基石。因为近期疫情反复影响，很多杰出经销商伙伴不能来到现场，在这里我非常荣幸的能够代表数千名杰出经销商们与大家分享这份荣誉。曾经的我是一名房地产代理商，从业期间也见证了房产行业起起落落，也见证了电商平台的崛起。偶然的机会，在好朋友的引领下，结识了爱多美优品良价大众精品。因为对产品的信赖，我成为了爱多美的经销商。一路走来，我亲眼见证了公司大众精品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和经营者。我也相信每位家人都可以通过爱多美平台助人达己。今天我能成为杰出经销商，离不开所有市场伙伴的努力和付出，更离不开公司的强大成功系统的支撑。无数前辈总结出来成功八阶段，是帮助我们成功达成目标的强大武器。曾经我从事爱多美的事业道路，也遇到过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放着房地产高大上的生意不去做，反过来去经营瓶瓶罐罐的产品生意。我深知在中国不缺高品质产品，缺的是优品良价的产品。所以刚起步的时候，我找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家人，耐心和他们讲解分享爱多美产品。他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会一遍一遍用产品的质量去证明，用实际的销售数据和复购率告诉他们，说服他们爱多美大众精品不仅我一个人认可，它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好的产品。大家都知道，在寻找志同道合市场合作伙伴，就像西天取经一样，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困难，但是我从来没有畏惧过，每天都不停地和我的家人伙伴分享爱多美产品，体验爱多美产品。我的信心无比坚定，因为我始终相信，只要坚定信念，就会遇到更多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来经营爱多美。因为大家都受益于爱多美产品带来的好处，中国消费者10亿，市场无限大，如今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剩下就是寻找正确的人、正确的方法，坚持不懈。
才能获得家人和伙伴的认可，获得事业的成功。在从事爱多美一年多来，我个人和家庭比以前更健康、更年轻、更幸福。同时，爱多美也让我结识全国各地优秀市场伙伴，和他们在一起做事业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非常感谢爱多美给我带来这份机会和荣耀。最后，我告诉大家的是，从事爱多美事业，只要跟着公司的步伐，正确坚定，践行成功八阶段的方法，你一定能达成杰出经销商。我想对那些正在挑战杰出经销商的伙伴们说，在经营事业的初期，相信大家也有迷茫、无助的时候，请你们一定不要畏惧，不要彷徨，坚定自己的信念，不断的努力。未来我们可以站在更大的舞台。现在爱多美刚刚开始，未来希望爱多美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也祝愿我们所有爱家人能够在爱多美达成杰出经销商，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谢谢大家。